人间的情啊，嗦咪嗦啦哆西啦嗦咪，啦西啦嗦啦咪嗦瑞哆。瑞哆瑞咪嗦瑞哆西啦哆，好的啊，不用问哈，老师降 A 是什么意思？对吗？哈，我们来看啊，前面这个号呢是一个调号，哆底降 A 就是降 A 调四次啊。那降 A 调是表示一个音高啊，比如说，好，我现在以，比如说现在是哆。以哆为哆，哆等于 C， 那就是嗦咪嗦啦。那以降 A 为哆，这个是哆，哆哆哆瑞咪发，哆瑞咪发嗦嗦，嗦咪嗦啦哆西啦嗦咪啊，它的音高是不一样的，调号是来定音高，就是你起始音高的速度的。那么这个等于六十呢，表示是这个是音的高低，这个是速度，是表示都这个它的六十拍就差不多就是一秒钟一拍，这是它的速度。然后四四呢是拍号，表示以四分音符一拍，每小节有四拍，是这样一个意思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同学们啊。